现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真的非常的辛苦，就有北医外科交护病房的员工把同事们辛苦工作的过程做成影片 po 上网，就温馨的内容吸引不少人留言替医护人员加油打气。医护人员全副武装，由主任医师带头，穿戴全套的防护装置，任何小细节都不敢马虎。还有人 po 出和家人的对话，更写下我们会一起走过这场战役。短短两段对话道尽家人的担心，但也展现作为医疗人员站在第一线的决心。人因为怀孕无法施打疫苗，但她非常勇敢，坚守岗位。这短短两分钟的影片，收集包括万方医院、新店更新医院、三总、高雄旗山医院等等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对抗疫情的这段时间留下的珍贵画面。甚至还有护理人员在镜头前360度大转圈，背后的汗水沾湿工作服。就算天气很热，但他们还是坚守住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不敢出门，甚至连剪头发都得请同事代劳。一张张照片道尽医护人员的辛苦。但随着本土疫情持续升温，台湾出现越来越多死亡个案，这群无名英雄也再三呼吁社会大众，对他们最好的加油就是坚守在家。华视新闻张荣甫台北报道。